零，第一笔比较侧，再来就比较圆近，圆近，圆近而短，点画，零，五，这个撇撇的还蛮长的，横画点拉的还蛮高，好，一般来讲，五都先把这横画两个都写好。那剩下的要点方向、角度，还有弧度，这点是短的，啊，再比较大，再比较大，再，哎，这个是高的，五，上是轻的，重的，下面这个也是重的，哦，把这轻重分出来，移一下。挑上去，点，撇，点，圆，重按，轻提，口，分长短，口，张开，收紧，圆，尾。喂，上去这个好像感觉翻下来就停住了。我要写好，在这边缝隙要够窄，不然一定难看哦。点必须要靠上面哦，才会好看。哦，这是中宫嘛，要靠上面。地这个地点拉得很长，从里面拉出来以后，咻，好细瘦，好轻盈的笔法。然后这里短短的点。拉长，往内折，加重，肩一样，中间收紧，地折，重按斜的，斜上去，铅笔撇很长，这个日完全要靠右边哦，否则这个字会整个歪上去哦，右边很重。走。